各位男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冠，欢迎收看今仔日九月十五号的南投新闻。即个摊万人应到群组比赛组甲全面休建组，要伫九月二十三甲二十四号来展开活动。关注人民前以及前总统马英九甲前副总统吴敦义，嘛拢会甲现场来参与。今年是增加亚军、奥运甲世代军比赛项目的十公里马拉松游泳。主办单位邀请全国民众做过来观赏，也替选手加油。请大家来看，现在来参加万人泳渡的有19862人，1982。今年第35届万人泳渡日月潭，总共有19860位选手报名参加。除了台湾的选手，更有来自美国、大陆、马来西亚等36个国家的朋友参加，报名状况相当踊跃。观众人面前邀请所有民众，伫9月23和24号，做快来见证这个一年一度伫南投县内举办的国际性运动盛事。国际啊，来参加的有36个国家。来参加今年的这个万人泳渡，那么还有啊，我们残障的啊，有243位啊，来自我挑战哦，这个残而不会啊，又能够参加这个万人泳渡啊，他们这种精神啊，自我挑战的精神呢、啊，让我们非常的敬佩。头一天是挑战组的竞赛，除了5公里以外，还佫设置有奥运甲世界大学运动会等级的10公里组。第二天则是全民休闲组。馆长李明进、前总统马英九、甲前副总统吴敦义同会做会出席。伫早起7:30，先到水社码头，释放10000尾总统旗旗仔啊，并伫8点来到礁埔码头，替万人泳渡日月潭来平庆。奥运呢，将马拉松游泳10公里呢列入赛事之后呢，全世界都非常的风行。那我们今年呢，特别举办的10公里，马拉松游泳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。另外，今年遇到闰六月比赛有延了一段时间，那希望这一次来报名的所有的泳客们呢，要注意一下水温会稍微低一点，大家在练习的时候早晚冲一下冷水啊。适应一下低温。馆长李明进除了欢迎民众前来日月潭观赏比赛，替所有选手加油，也邀请大家一旦顺续到馆内各大风景区游览，享受咱南投的好山好水好人情。记者林信昌报道。